实每个人都知道这里的剧情，只要那么几种演到相处还不过瘾，同性并不相斥，习习完全相信，洗到脖子都是淤血也不放弃，闭上眼睛再看看看看到我快要不行，每颗心都在猜猜猜谁会带来伟大爱情，每个人都在换换换换了他还是不行，我感觉有点晕，别说又是一夜情。但是表情却像要撇清，我收到你向我求救的眼神，难道是我在自作多情，最难拿捏的部分是我何时才应该离开座位，或许是向你坦白的时候，但是却发现你连生日都不清，闭上眼睛再看到我快要不行，每颗心都在猜猜猜谁会带来伟大爱情，每个人都在换了他还是不行，我感觉有点晕，别说又是一夜情。换有点晕。